清朝末年，神父身俗称神打，曾经轰动一时，据载刀枪不入。李莲英为博取西太后欢心，特召义和团在祭坛前大显神威。 Hey!
Town.据到赵进才，屡犯劫杀淫掠，罪无可犯。本局除新闻各州县，系立缉捕案，希望两名合作，以资早日将该犯捕获归案。两个执照，此不临县公安局，民国7年9月2日。又是他们，师傅。他们原是我当年的结拜兄弟。 由于一点小事就分开，后来他俩太过贪财贪色，造成杀人抢劫等罪。哼！志强师傅啊，今天辛苦了啊！来来来，来喝点啊！师傅，您今天可不能够再喝了。陈家庄的人待会儿来接我们去请神呢。你急什么？还有一个时辰呢。师傅，哎，少啰嗦。 来来来，来，接着来，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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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请问志祥师傅住哪个房啊？哦，那到底是哪一位啊？哦，那喝醉那个就是了。嗯，老板，请问这三个人都喝的酒哪个是啊？哎，一、二、三，那个就是了嘛。啊，哎哎，志祥师傅，醒醒，你起来。志祥师傅，起来。这怎么？ 这怎么办呢？这把他给推醒了吧？对对对，志祥师傅，你醒醒！师傅，醒醒啊！你怎么？哎，你醒醒！志祥师傅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你说这让人着急啊！师傅，哎，这慢点！哎，师傅，小师傅，我们陈庄主等着他去上神，可惜他醉成这个样子。 李太白是个酒仙，一上了身呢就喝个没完。李太白一走啊，他就醉倒了。我看呢还是改天到你们庄子去吧。那怎么行啊？多少人等着看呢？是。哎，这样吧，小师傅你去。哎，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小师傅，小师傅，人家。 这样诚恳的，请你去，你就应该替人家消灾解难呢。对嘛？哎，你师傅喝醉了，我会照顾他的啊！哎，就是啊，大家既然请你去，你就不要推辞了，你别推辞了，去吧，去吧，别等我，先大家啊！好好好，你们给我拿东西去。好好好，再见，拜拜拜。 诸圣神佛，齐天大圣，九天大仙，起来相助弟子。师傅，你这喝醉可害死我了！敬请佛将在弟子身上显示神功。 庄之主见了本大圣，为何无礼？求大圣赐福。大胆，你是何人？小民刘勇，交权为生。 求大圣指点一二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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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Yeah.
庄主听的，小民在，小民在。你要何状人丁平安，五谷丰登，六畜无病，你就要点香膜拜。是是是是，拜拜。还要大鱼大肉款待做法师傅，送他盘缠不得有误。是是是是是。快把他弄醒了啊，先生。怎么样？哎，您怎么样？啊，没事。刚才请到了哪位师傅？是齐天大圣。哦，原来是大圣啊！是啊，秦庄主，你真有福气，大圣轻易不降凡间啊！哦，大圣有什么吩咐啊？有，他最恨人家不照他的吩咐去做。我们一定照做，一定照做。是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一定照做。快快快，请师傅吃饭去。谢谢，请，辛苦辛苦，请，辛苦辛苦，这是，辛苦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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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喝点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啊，多吃一点。大圣还说些什么？大圣说要我们好好的送萧师傅您一笔盘缠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不要。不要。不过，大圣既然这样吩咐过，我不要也不行啊。啊，要是不听大圣的话呀，啊，说不定啊。一下子就七孔流血而死了。这个是啊，这个不过我们庄子穷，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呀。多少都行啊，快拿来嘛。看看，好玩啊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走走走走走，真讨厌啊！这是师傅刑法的东西，不能碰的。讨厌！过来过来，刘师傅，这怪不得您呢。我们全知道您有真功夫，可是总不能跟齐天大圣比呀。哎，刘师傅，他有法术，请了神上身，他的功夫啊，全是神在替他打的。是啊，只有神打，才能够刀枪不入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对对对。哎，刘师傅，这是法器，不能碰啊！看看牌吧。奇怪，是真的，还蛮利的吧？哼，真是太悬了。有这种神打，我们的功夫完全是白练了啊！你们看，过来过来，哎，就扯不着怎么回事呢？这到底怎么事？假的呀！是木头的啊，木头的，我们上当了。只有刀尖儿才是真的。啊！不讲了，不讲了，上当了！慢点啊！好好好！快点！别放走他这个骗子！骗子？哎，谁是骗子？怎么回事啊？转来！转来！哎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别得罪了萧师傅！我们全让他给骗了。他会他妈什么神打功夫？你谁说我不会啊？
刚才多少人亲眼看见的，我刀枪不入啊。呸，刀枪不入，刚才他拿的那把刀啊全来是假的。假的是不是？刘师傅，你怎么不追了？我忽然，我忽然腿疼，怕这小子真有点门道，说不定。哎呦！哎，诸天神佛，看来还是财神最管用。来，他回来了啊！好，你是肖谦吗？是啊，你们是？志江是你师傅，他在警察局，你跟我们去一趟啊！我们可从来没有犯过法呀！我看你们大概是弄错了吧？别啰嗦，走！哎，等一等，走就走吧，我房里师傅还有一点东西，我去拿。我去拿东西，你们还怕我跑啊？哎，接过面来了。多的馒头，你叫他吃一两个，又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要做好人，你请他吃啊。哎，我请就我请，多少钱？这个小贼前后不知道偷了我们多少馒头，好吧，就算6毛钱吧。啊，6毛钱？哎，你们瞧瞧啊，哎，你们干嘛？馒头啊是1毛钱5个。对啊，就是啊。哎，这个小孩能够吃得下30个馒头吗？啊，吃得下，300个也吃得下。哎，怎么样？好，6毛就6毛。哎，别走啊，
你吃了一碗打卤面，一毛二分钱，还没给钱呢。啊，一毛二分钱？对，一毛二分钱。对，打卤面一碗，一毛两分钱。哎，对，一毛两分钱，拿钱来。一毛两分钱。哎，对了，我刚才不是给你六毛钱吗？啊，是啊。哦，那是你替小贼赔的馒头钱呢。啊，道理全让你一个人给说了，我还该你一毛两分钱。对，一毛两分钱。这样吧，挂在账上，咱们改天再说好了。哎，别走，哎，不许走。你撕破了我的衣服，我这件衣服是龙宫宝衣，你说你该怎么赔吧？啊，放你的屁！你想敲诈？这是什么龙宫宝衣呀？跟你这种凡夫俗子说，你也不懂啊。我这件宝衣啊，刀枪不入啊。哎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。要不要？我看你呀、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我也不要你多陪我。你就陪我这六毛钱吧。怎么阴魂不散呢？你老跟着我算什么啊？天快要下雨了，赶快回家吧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虽然把这六毛钱给弄了回来啊，也过不了三四天呢，用光了，我自己还要去偷呢。你再不走，我打死你！我是东海龙王，偶然来到泉水，你们怎么敢欺负我？好，看我巨雷雨神下一场大雷雨，才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。厉害呀！
来还是好好的，为什么忽然下起雨来了？真是的。哎，说的也是啊，真奇怪呀、啊。那龙王的化身才往水里一跳，那天上就打雷了，接着那雨就下起来了，下的还挺大。是刘老爷，账有没有收到啊？收到了。刘老爷，事情古怪得很，镇上的人全说龙王险胜。少胡说，是真的。开始在下街的面档上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利刀不能伤身啊。还有那个小伙子自称是东海龙王，跳到河里就没见他起来，天就下雨了。那不算什么，三伏天本来就多雨嘛。可是利刀不能伤身，有几个弟兄可亲眼看见了。哦，听好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你好歹留下点钱。刘老爷要，我们不是不赔，可是这个什么，刘老爷说你们借了钱还没还，就拿鸡蛋来抵账啊？我们借你的钱是月底起算的，现在还没到月底，你就拿了我们的鸡蛋？去你！哎，大叔，你等一等。大叔，你这两篓鸡蛋呢，有一大半是坏的，你上了人家当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你是不是向前面不远那两夫妇买的吧？你一走啊，他们家笑你。哎，我来帮你看看。哎，我帮你看看。你放下吗？哎，放下。你别生气嘛。坏蛋你会看吗？我会看。这没坏。你这是好的。这没坏。好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，不知道。这篓啊，全部是好的。看看这篓。我倒不明白了，这么多个鸡蛋，只有一个坏蛋。快把鸡蛋放回去。你自个儿放吧，我还有事呢。小子，快回来，别走啊！不是你叫我，我他妈忘记了。你买了这么多鸡蛋，你还没给钱吧？关你屁事！哎，我看不过眼，就关我事儿。你不方便拿钱呢，我来替你拿。哎，乖乖的别动，刘老爷还说不定等着那几个蛋用呢，弄碎了你可就麻烦了。笑什么？不准笑！好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谢谢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啊！你真好，滚开！就是他，对，站
别跑！站住！哎哎哎，哎哎哎，哎哎哎，等等，抓住！站住！别跑！有没有看见一个臭小子从这儿跑过去？啊？早就过去了。追！你别看我刚才让人家追得躲起来呀、啊，我是跟他们捉迷藏啊。对，母鸡啊也没你刚才躲得快、啊。哎，要不是看刚才你救过我呀、啊，我怎么样？我揍你！相信了吧？相信这是宝义吧？呸！我不信。啊，闹了半天，原来咱们都是同行啊！哎，收起来嘛，这个吓唬不了我。哎，真的。是达摩老祖，你再走近一步，小心我的少林神功！啊！哦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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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，我今天非得让这小子吃点苦头！啊！啊！啊！再不知死活，小心我用掌心雷！啊！再看掌心雷，啊！快跑！我真能发掌心雷，我有神仙上身，我会掌心雷喽！我会掌心雷喽！呀吼！太乙真人，太上老君，请不要怪我乱发掌心雷，我再也不敢发了。
我再也不敢发了，不敢发了。哎，你是哪位神仙下凡呢？啊，呸！哼，我用的是这个摔炮。哼，嘿嘿，我说呢，神仙上身还能够弄假成真呢，原来是你在帮我。哎呀，不要不要，放开我，放开我嘛！八个，十个，来，十个，来，什么？哎，怎么不是一毛五个吗？啊，是。不过您要是吃包子，我请客。嗯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哎呀，好。哎，你家就在这个镇上？啊，我没有家，爹娘全死了。我也是，以前呢还有一个师父，可是招摇撞骗、装神弄鬼，叫公安局给抓去了。镇上的人全说你能招雨，又刀砍不入，全是假的。你要信呢，他就是真的，就像刚才这个掌心雷一样。去你的！这个全是师傅用来骗人的东西，花样啊可多着呢。你瞧，我扮齐天大圣给你看看啊。嗯。哇！师傅跟我靠什么混饭吃啊？我告诉你，花样还多着呢。啊，什么上刀梯啊，跳火坑啊。那法术叫做神打，听说法门多得很，能光着脚过火坑、上刀梯。看哪位神仙上他的身，他就打什么功夫，刀枪不入，无人能抵。我。撞了他一次，真的看见了齐天大圣。真有这么神通广大？他还会放掌心雷呢。掌心雷？真的是那样，镇上的人就会全信了他。哼，我看那是走江湖的障眼法。笑什么？我本来就不会做这些嘛。哎，有你帮我，我看光是掌心雷
就能让人相信我有神仙附身呢、啊。哼，你等着，我才不帮你骗人呢。哎，我可有东西给人家看呢，不是白骗的，总得要吃饭呢，是不是？哎，哎，别怪我们，是你自个儿不好，不男不女的，要不是我，你再说。肖师傅，你好，请坐。哎，坐坐。哎，行。哎，对不起，两位，让让让，肖请让让让，那边坐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是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躲开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儿客满了。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你可不能够得罪他。哎，好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坐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大肉面两碗，肉要厚。哎，好，先生，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？啊，哎，来那边，走。哎，就在这上面呢。干什么？哎，我肖师傅，肖师傅。多六个馒头啊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们主人的后院的屋子一直闹鬼。要我请他去捉鬼，不知道人家肯不肯。哎呀，肯不肯，我们都得请他去试试看。哎，走走走。啊。嗯、肖师傅。嗯。好了，老板，算账。哦，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我来，肖师傅。我请客，别客气。啊，老是白吃你。哎，你看我像是白吃人家东西的吗？哎，不像啊。那就挂账好了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好，你们两个人还不错。肖师傅，这弟兄俩是林财主家的长工啊。是，小师傅，我们主人家后院啊在闹鬼。他的小女儿啊病了好几个月了，所以特意叫我们来请您去捉鬼啊。捉鬼我可不会啊。哎，肖师傅，你能引神仙上身，神仙不是可以捉鬼吗？哎，是啊。哎，我们老爷说，要是你能将那鬼赶走的话，一定不会怠慢您肖师傅的。哎，不会怠慢您的，您放心。去吧，你神仙一附体啊，什么恶鬼见到你不走得远远的才怪呢。嗯、哎，是好，去就去，我什么鬼都不怕。哎，去吧。好，请请请请请啊。小叔，这边请。哎，这边请。哎，等等。小叔，请请请请请请进去，进去。请。就是这座楼闹鬼。那鬼是什么样子的？你说给我听听嘛。鬼吗？只有阿根见过。我不敢说。为什么？不过怪声不绝，我们是全听到的。
自从一闹鬼，我女儿就得了病，千万要求肖师傅你帮帮忙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奇怪，大热天的，我不该这么冷吗？啊！大法师，进去抓鬼呀！哎，别抓我嘛，这是龙宫宝衣呀。嗯，你想上哪儿去？今天混了两顿好吃的，还不走啊？哟，你混饭吃的本领可不小啊！大哥，别说二哥，你也不见得吃的少啊。吃了人家的，连鬼影子也没瞧见就走，总不像话吧？哎，女神仙，大姑娘菩萨，你胆子大，神通广，不怕鬼，我可不行，你请吧。哼，去就去，我对乔不管满口大话，说了又不算的那种人。哼，去。哎，我那些玩意儿全是唬人的，旁人不知道，你总该知道嘛。那就不该骗人。哎，不然你这个肚子没……想死啊？动手动脚。我又忘了，哎，我告诉你，鬼要是来了，你吃了亏，可别怪我，说不定那是一个风流鬼。去你的！Woo!
瞧你吓成这样，还要冒充好汉呢！是我呀，你害怕呀？你怎么了？你抽筋呢？请你帮帮忙，是你呀，金莲，金莲，金莲，你不要掐死他。大先生们，钟馗来也。好了好了，请到了钟馗啊，就不怕捉不到鬼啊。是是是。好。我是老爷，不是鬼呀、啊！你前生杀人八十七，这八十七条冤魂，今生附在你和你女儿的身上，啊！要令你家破人亡，鸡犬不留。待我将这些冤魂赶捡出来，徒弟，在，准备法器。啊，是。冤魂嚎叫，你们听到了没有？你干什么？在你身上钉上八十七口长钉，把八十七条冤魂赶出来。小师傅，来，我是钟馗。钟老爷，这八十七口钉子钉下去，
我还有命吗？以你一命换取你全家老小的性命，前生的冤孽你还不愿意吗？钟馗老爷，可有别的办法？我求求你，别叫我弟命，我什么都肯啊。这个办法有。得找替身啊。谁肯做我替身？我有重赏，重赏。哎，这哎呦，你干嘛打我？混账王八蛋，放着纯阳真人不求，敢来烦我老杜。纯阳真人，吕兄别来无恙。可惜可惜，一下凡尘真灵已昧。林老头，此乃吕洞宾下凡，你可知道他是我远房表侄，他穷得过不下去了来投靠我的，还想跟我女儿成亲呢。呸，你繁衍能够知道什么？待我赐你片刻慧眼，你就可以看出他头顶有三昧真火。哎呦，哎呦，看到了没有？你们看到了没有？我老钟相不骗人，你老远把我请了来，得好好的送盘缠给做法之人。是，那87条冤魂，放着纯阳真人在，只要他肯，你求他做你的女婿，保佑你阖家平安，不然我老钟只有一个办法。哎呀，慢着，我去求他。块大洋，替林财主打一年的长工，也未必赚得了这么多呀。骗来的有什么了不起？徒弟，你也有份骗人呐，不单是我。呸！谁是你徒弟啊？我是看林小姐可怜，成全他们这段姻缘的。哎呀，这还不是一样吗？你做你的月下老人，我拿我的十块大洋。有了钱呐，你想穿什么新衣服，我们一块儿去买。我不稀罕啊。哎吕洞宾，你这个白牡丹可高兴了吧。小兄弟，真多亏了你了，这个还给你。哎，走了。哎，别跟着我，谁要是能够找到金莲姐，我再请她吃东西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快点打金莲姐。那怎么了？这个实在是太贵了。不要了。好。走走走，快走。走走走，快点走走走，快点走走走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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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这银子吧。小师傅，您还是别管的好啊。哎，我能叫神仙附身，我什么事儿不能管了、啊？虽然是啊，可是神鬼怕恶人呐、啊。他妈，欠债还钱，让你们一天天拖下去。走，进来。走，走啊你！快！哎哎，干什么？肖师傅，是你。这些人不是娘生爹养的，你就拿他们不当人呐？肖师傅，你不知道，这帮穷鬼全欠老爷的钱，不逼他们不肯还。我看他们真是没有钱，你带他们去见刘老爷也没有用，一样扎不出来。对，不过我得带他们去见见刘老爷，我也有个交代。走，走啊！快走，快点！快走，走啊！走啊！快走！就是他，刘大爷，我不是不还呐、啊，等我日后有了收成，我一定还，我一定还呐、啊，刘大爷。放屁！这话我听过多少次了？趁早把田契拿出来，用你那三分薄田抵账，那实在是便宜了你啊！我总共借了你三块大洋，你要抢我的地，你也实在太狠了吧？三块大洋，连本带利该多少啊？啊，你说，18块。那还不够，你拿不拿田契来？嗯，拿不拿？看你给不给。嗯，来，你坐下，坐下。等一等！你是谁？上！上！我是关云长。关云长，我专打不平，在云端见你伤天害理，是以降凡。嗯，他妈！齐天大圣，这个火烙哎管用啊！哎，
笑了，算你是骊山老母，我弄成这个样子还不是为了搭救人家吗？这下还好，还能走路，要不然呢变成铁拐李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也去找医生去。笑话，我是会法术的，还要找医生来替我治啊？好，那你就挺着吧。就在那儿呢，你们先站。肖师傅您好，我们带了些贡品，是来酬谢关云长和齐天大圣搭救之恩。是，您收下吧，您收下，您收下，收下，收下，肖师傅，收下吧。刘德瑞没有再来麻烦你们吗？哦，没有了。假如今年秋后收成好一点，我们马上可以把债还清给他。您收下吧，不好意思啊。徒弟，拿着。您收，你们可以回去了啊。辛苦您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镇上那些人呢，每天晚上让我教他们练拳，累得我。你让我睡一觉好不好啊？
就是你叫他们打拳，叫出祸来了。啊，怎么了？那班人和刘德瑞的打手打起架来了。啊，他们打起来了？可不是嘛，他们非吃亏不可，你还不快去看看。哎，师傅来了！教的功夫还真有用，以前师傅跟我说过，他教下来的各路拳法招式啊，全是真的。难得，我们兄弟分手这么多年，哎，今天是什么风？刘大哥，你别挖苦人了。最近呢，有一单买卖失手了，风声很紧，所以，哎，你们两位老弟尽可放心，此地平安无事。哎，喝酒，喝酒，哎，喝酒，喝酒。哎，吃菜，随便吃，随便吃，随便，别客气啊。我看你有点心事啊。本来那是件小事，只要我说一句，镇上哪个敢吭声？不过现在不行了。最近来了一个小子。哦，有个小子。看到吗？这小子会神打，现在闹得镇上的人都把他当神仙一样。啊！哼！记得大家过来。
你们看着啊。嗯。哎。这种药只要你手快就不怕烫，那这种炭早就已经做好了，只要你啊敢放在嘴里，嘴里没空气很快就灭了。哎，这臭小子，我一定要的好看。别动，坐下。关云长在，谁敢撒野？小王八蛋，你在装神弄鬼！你们小心，我是关云长附身。我是关云长，何人大胆？我。快去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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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师傅，萧谦来了。站住！站住！快跑！快跑！萧谦，快追他们！别让他跑了！是他们！快追！追！快点跑！追！叫什么？怎么了？这下可完了，死神上身了啊！刘德胜又来了，大学生，你怎么不走啊？他们全为你拼命，你反而溜了。我不能不溜啊！你走、啊。胆小鬼，我不理你了。哎呀，你等吧，跟刘德瑞在一块儿的两个人呢，杀人放火的强盗，我师父见过他们犯案的。哎呦！快走啊！哎呦！星河神灵，藏魂阁室，百煞潜藏，急急如律令。师父。哦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两位老弟，久违了。酒鬼，你教的徒弟不错嘛！啊，就是不好，所以请你们再来指正一下啊！师父，你好。啊！嘿，哎呀！神神，报神！啊！
虎生，神了。还记得吗？你还请我们吃过汤面呢。啊！小倩，你别怕，他们两个是县里的保安队。我知道，他们抓了你，还要抓我呀。嗯，谁要抓你啊？你师父见过这两个强盗犯案，所以想请你们两位前去问问话。啊。师傅，带他们回去。是，走。走，快点，走。姑娘，这个路宽得很，我已经够倒霉的了。你怎么个倒霉法？我师父让李太白招了去了，我又不想再骗人，口袋里又没有钱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又走了。我没有走 啊。你，金莲。